播控莅临我们今天的化好站认证车大卖场开幕记者会。我今天的主持人若欣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可以呢在此呢在我们桃园内地共同呢见证我们这个历史的里程碑。好，那也相信呢现场许许多多的朋友们都有过买车的经验。说到买车呢，就如大家所知，新车都有一个公开且明确的售价，而且呢即使遇到瑕疵都可以呢有我们的一个保固或是换新的服务。但是中古车一直以来却是一车一况，一况一价。那我们全国可以让我们全台湾消费者最安心购买我们中古车的大卖场，就在我们的哇好站认证车大卖场，就在我们的桃园内坜呢落下了第一座历史的里程碑。那哇好站认证车大卖场也首创导入我们的日本贴心的销售模式。什么叫做贴心的日本销售模式呢？相信大家去逛我们日本的百货公司的时候都知道，从我们的电梯小姐到我们的每一家店顾问呢都非常贴心，都会呢依照大家的需求还有呢符合你的预算来推荐最适合你的商品。那我们这次我们的哇好站我们的认证车大卖场就是一样导入这样贴心的销售顾问模式，让所有呢全台湾的消费者来到我们大卖场呢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还有最符合需求的车辆。那同时我们也集结了全台租赁公司品牌原厂认证车以及优质中古车商的精选车辆，全场的车辆通通都有经过我们的 SAA 的鉴定把关，还有7天的鉴赏保障，以及我们的全省保固服务，让我们的全省消费者呢在我们的买卖的前中后通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保障。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现场呢我们记者会也有许许多多的长官跟贵宾云集，那接下来呢要让我呢来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与会的长官跟贵宾。那也麻烦等一下我唱名到的长官贵宾就请呢原地起身跟大家挥手示意一下。好，首先呢要来欢迎我们桃园市大家长郑文灿郑市长，欢迎欢迎市长。紧接着要欢迎的是桃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局长郭玉信郭局长，欢迎局长，欢迎。也要欢迎我们行冠企业总经理洪顺彦洪总经理，欢迎洪总。也要欢迎我们的行将企业总经理林志伟林总经理，欢迎。那接下来呢要欢迎的两位来宾呢比较特别，因为他们特别远道而来，从日本呢今天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首先欢迎我们活跃于日本中古车界的汽车记者，同时呢也是跟我们行将拥有了20年良好关系的顾问，我们的钟伟聪社长，我们松影图社长，欢迎南澳社长。好的，那紧接着呢也要欢迎我们下一位，是我们全日本最了解也最会销售欧洲车的我们的 Tony 社长，我们的徐芝社长，徐芝长欢迎。好，那我们紧接着呢也要欢迎我们工会的贵宾，那首先欢迎桃园市汽车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梁荣南梁理事长，欢迎。也要欢迎我们新北市汽车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邱世奇邱理事长，紧接着欢迎我们新北市汽车商业同业中华民国汽车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副理事长邱玉忠邱副理事长，欢迎。好，接下来我们也要欢迎我们齐贵宾，欢迎我们裕荣企业经理曾文正曾经理，欢迎曾经理。然后欢迎我们格尚租车总经理陈俊陈总经理，欢迎陈总。然后欢迎我们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副总经理吕文全吕副总，欢迎。以及欢迎我们统一东京董事长松本信雄董事长，阿斯莫多桑，欢迎。也要欢迎我们统一东京总经理陈俊斌陈总经理，欢迎。以及欢迎我们小马租赁黄国才董事长，好的，欢迎。以及欢迎我们欧力士租赁总经理林仲亮林总经理，欢迎您，欢迎。好，接下来呢也要欢迎我们北智捷陈继壮陈经理，欢迎陈经理。
接下来欢迎我们陶志杰，我们郑国坚郑协理，欢迎郑协理。好的，欢迎呢我们今天以上的贵宾莅临现场，才可以让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更加的蓬荜生辉。那我们接下来呢，刚刚介绍完我们，好的，发现有新的贵宾来到现场。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呢，在我们欢迎接下来贵宾之前，首先呢先来欢迎我们今天桃园市我们大家长郑文灿郑市长上台跟大家说几句话，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我们的哇好在认证车大卖场呢可以呢顺利落成，也要感谢市长的大力支持，谢谢。哇好赞，我们的推手，我们行冠行的洪顺燕总经理，林总经理，我们的汽车工会的这个梁龙安理事长，萧玉忠副理事长，各位车界的贵宾大家好。好，我是情商，这个让洪董事长说，市长来打个招呼，因为今天刚好市长讲颁奖，有1000个同学在等我，但是呢中古车界能够提高行业的标准，能够让消费者放心，我一定要来表示支持，包括车况交易跟售后的保护。那么洪董事长跟我说，这不只是更大的卖场，是建立起一套 SOP， 那这套 SOP 呢可以让这个市民更放心的买中古车。那这个中古车呢，其实这个它如果保养的好，不止好用，那市场价格也会稳定，也可以让大家信赖，也会减少消费的纠纷。那我想我们桃园市汽车工会非常用心，那在这个交易安全跟消费者保护方面都几乎都走在前面啊，所以我们市政府非常的支持车界，那也希望尽量让汽车界能够得到更大的空间。那洪董事长你们放心，你们这个在内地这个厂一定会蛮出名的，这个全国第一个一定会让消费者喜欢啊，这不只是认证啦，这个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在全流程的保护。那最后呢，这个因为要跟大家抱歉，等一下市长想要颁奖，我提早讲了，请我们的郭玉信，我们金发局长留下来。那汽车工业、汽车的这个中古车的销售，这等等，这些我们都会把它当作是桃园市的产业的重点。谢谢大家，恭喜。我们市长还有我们的长官来进行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哇好在认证车大卖场的开幕启动仪式。那这边呢要邀请呢我们的林总经理，还有我们的桃园市汽车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梁荣南理事长，以及我们的钟伟宗社长萨德拿卡奥桑，以及我们的须知社长我们孙理事长，一同呢来到我们舞台上来进行我们的启动仪式。好的，那有请呢我们几位贵宾呢，我们接下来呢麻烦呢请在我倒数三秒以后请将我们的手掌放到我们的魔球上来进行我们的启动仪式，象征我们的哇好在认证车大卖场业绩长虹，销售第一。那我们接下来准备倒数三秒，3、2、1请启动。恭喜我们正式启动拥有四大移动特色的全国首创融合生活场景的中古车卖场，车况、交易与售后的安心服务，领先全台的哇好在认证车大卖场。那也再次呢，恭喜我们全台湾的消费者们有福了，以后呢都有一个安心消费的好所在。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请呢我们现场的长官，我们先看一下左前方的镜头，我们一起比个赞。来，我们大拇指伸出来比个赞。先看左前方的镜头 ，Next slide please, thank you。我们先看左前方的镜头。成碑，那当然也要再次的感谢呢，就是因为我
上我们在背后的大力支持，才可以呢让我们的桃园市领先全台其他县市，拥有这么棒的一个历史里程碑的大卖场，给所有以后呢要买中古车的朋友们都有一个非常棒的所在。那也让我们呢用掌声谢谢我们市长，谢谢。今天呢，我们刚刚启动仪式完毕之后，为了呢让我们今天的现场感觉呢更加的热力四射，感受到我们桃园市的活力，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请来一支我们的表演团体，他们呢我觉得真的是可以代表我们现在桃园市，看到他们呢就感到活力四射。那到底呢我们今天马上接下来登场的表演是什么呢？让我们来欢迎我们桃园市代表我们的辣妹 girls 带来精彩的表演，掌声欢迎。好的，那我们这边直接请我们的进驻车商。
有请我们阁上租车赵富林、玉荣企业曾经理、新安东京海上船险杨经理，以及我们的安静汽车徐老板，跟我们的欧风汽车刘老板，请来到我们舞台上。好，也要邀请我们阁上陈总，请来到舞台上，有请。贩卖的工作也将近120年，那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形象企业啊，从拿着信封来拍卖啊，到电子拍卖啊，这个一路走过来都是一路上都是一个标杆的企业。那这个标杆的企业呢，今天能够在桃园市就做了一个握好站，那这代表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另外一种标杆的开始。那大家制定的标准越来越严格，所以我们在桃园市汽车工会呢，在目前来讲也是以他们为标杆来做。那怎么去做呢？我也希望说由行将企业跟我们桃园市汽车工会呢能够更紧密的去配合。所以目前桃园市汽车工会在今年度呢也找了军发局，也做了一个原先好店，它的其他大部分的动画呢也是参考行冠跟行将企业、所制定的一些标准来从事这方面。那也希望说能够在这个业界呢能够大家一起相辅相成，一起成长，这才是我们桃园市汽车工会每一个会员还有新疆企业所给我们一路上的支持所需要的。那我也希望呢，今天是握好站的开幕，也希望他们这个企业呢能够在桃园市继续的茁壮，来帮助我们桃园市汽车工会的每一位会员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继续的成功，而不是让我们觉得说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今天很多的理监事还有很多的他们都跟我们反映说啊，来这边压力好大，因为这个店开这么大，就是没有这么大的企业可以来这边。但是我也觉得很荣幸啊，行将企业在桃园，就像那个我们行冠的总经理讲，他是桃园人，我也是桃园人，我也希望桃园一起加油，一起成长。谢谢各位。谢谢杨理事长，理事长这边请，谢谢。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最后也要邀请我们中华民国汽车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副理事长肖副理事长来到我们舞台上，跟大家说句话，掌声有请肖副理事长。好，谢谢我们最美丽的主持人哈，我们的洪总，我们的林总。还有我们几位来自日本的好朋友，当然我们尊重我们桃园市汽车工会大家长，我们的梁理事长，以及我们新北市大家长邱理事长，还有我们在座所有的贵宾，大家好。好，今天真的很荣幸来参加我们的万豪好车的这个大卖场这个开幕。我想在我们洪总的带领之下，可想而知，在汽车业界另创一番的前程。我刚刚大概有了解了一下，是一个结盟共购。大家一同来这边参与，我想可以为我们车界带来更好的销售的途径。就好比说我们刚刚市场讲的，买的很安心，卖的很可以说贴心，让我们所有的买卖得到最佳的保障以及认证。我想在这边祝所有与会的嘉宾身体平安，平安喜乐快乐，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肖副理事长，请副理事长请回座，谢谢。好的，那也再次呢，谢谢我们今天我们市长，还有我们洪总，以及我们的中委社长，还有区市长，还有我们梁理事长跟我们的肖副理事长刚刚精彩的致辞。那我们今天呢，也相信我们的万好站认证车大卖场呢，也会再次在我们桃园开创一个全新的里程碑，还有全新的一个销售跟购买模式。也希望呢，可以让我们全台湾消费者购买到他们买了安心，大家呢都开心的车辆。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预计现场
许许多多我们的车商贵宾也来到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呢，将会开始呢来进行合影留念。那我们今天现场人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一次的来到舞台上，所以等一下呢，我这边会分批的邀请呢在场的贵宾们来到舞台上来进行合影留念。好，那我们首先呢，先欢迎我们第一批我们的贵宾，有请我们的洪总经理、林总经理，还有我们的 Nakao-san 跟我们的 Suzy-san， 以及统一东京松本董事长、统一东京陈总、欧力士租赁林总，还有我们小马租赁黄董以及爱维士租车肖董，有请以上长官先请来到舞台上，我们先来进行第一阶段的合照。上台，好，我们往前两步，好，我们一样一起比个赞，大拇指伸出来，好，看一下我们前方的镜头，对，后方的摄影师，好的，谢谢，谢谢我们几位长官，那我们先请洪总经理、林总经理请留步，其余长官先请回座，谢谢。来，我们这边请，我们这边请。好，那我们请洪总、林总请留步。那我们接下来呢，第二阶段也要邀请我们北智杰的长官代表，还有陶智杰的长官代表，请来到舞台上，谢谢。